开始 Pokemon 追他吧。旋转转盘来决定发现神奇宝贝，是强力的神奇宝贝。Gacha, Nothing, Perfect。上吧。战斗开始。第一回合，超梦的斗争本能觉醒了。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很好的判断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吧。按下右边的按钮来停止转动。上吧，究极技能。捕获机会，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 ！Fire spin， 呀，不妙，是辅助攻击。对手也很有能耐。第二回合，旋转转盘。超近了，向前停下轮盘吧。成功，超进化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吧。按下右边的按钮来停止转动条吧。上吧，究极技能。超捕获机会，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，这是捕获神奇宝贝的技能。生存奖励，按下球体按钮停止轮盘吧。跳是超级球，太好了，是三连捕获。选择想带回去的神奇宝贝传送中，传送结束，取出缺大板。Insert point。选择奖应该有，开始 Pokemon 圈下吧。旋转转盘来决定地点吧。发现神奇宝贝 Axel Laser 是强烈的神奇宝贝 Infernape。扫描到 Dragonite， 在战斗中可能会有神奇宝贝举手相助哦。此外，在战斗中，一个尔德可能会改变形态。此外，如果存在强烈的对手，超梦的电压或许会上升哦。上吧。Mewtwo。Zygarde。Zygarde。Zygarde。
战斗开始。第一回合，超梦的斗争本能觉醒了。基格尔德的形态改变了。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很好的判断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完全形态，力量全开，完美战斗条开放。按下右边的按钮。上吧，究极技能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！第二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。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量，按下右边的按钮来停止转动条吧。上吧，究极技能。神奇宝贝不能攻击。第九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你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，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，我比最大的力量被解放了。伊奎尔塔尔出现了。捕获机会，这是捕获神奇宝贝的机会。生存奖励，按下球体按钮停止轮盘吧。跳，是超级球。是三连不过，选择想带回去的神奇宝贝吧。虽然有点唐突，现在开始神奇宝贝交换时间。想和你交换神奇宝贝的人来了。用你的神奇宝贝，成功交换神奇宝贝了。再有，开始 Pokemon 缺的吧。旋转转盘来决定地点吧。发现神奇宝贝是强烈的神奇宝贝，可惜的，真的是非常强烈的神奇宝贝。名字，派出神奇宝贝进行战斗吧。顺按下按钮，扫描到 Z Creta 了。在战斗中，可能会有神奇宝贝出手相助哦。上吧，一秒钟，两百块。战斗开始，
第一回合发现野生的神奇宝贝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很好的判断，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轮盘，提升攻击力。很好，使用辅助攻击。第二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很好的判断，超进化机会，向联赛本部暂时停下轮盘吧。成功，超进化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数字吧，厉害！那个好，打进了！捕获机会，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，终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很好的判断，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！又是你！对手也很有能耐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数字吧。我体缺乏的力量被解放了，格尔尼亚都出现了。丢出宝贝球，捕获神奇宝贝吧！生存奖励，按下球体按钮停止轮盘吧。是神奇宝贝球，不变猛缺牙。送终，选择首领二，选择七，宝物有了，哎呦，看吗？真变，命运怎么？发现神奇宝贝，是第一次遇到神奇宝贝，牛，太帅了！你记得不要自抢。设置你的车档，按下按钮。让他放空剪刀，空中说下下下。哦，原来如此，你刷给他动在中间。没有，先有谁呀？先中间那一只。哎，先不要按哦，让他跑完那个数字，他就不会自抢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对哦，不要让他跑出来。对，不要去不要按，让他不能跑。然后这个是必杀，搞定了。必杀，必杀，有可能的，有可能。可是三个看到人家一起必杀就很快。哦，真的，只有死中间吗？直播那个在内打小孩，用小黑在打，直接必杀超猛。他就必杀他，然后只有中间那他的。必杀。
阿 Q 阿 Q， 对对对对，记得，哎呦，耶！你打不死那一只，我十种都有了，我就缺这一只啊。动画变成神，你搞错了。动画变成神，你搞错了。这只有可能打不死。我就缺这只没有 mega 的呀、啊。那没 mega 是 mega 的。对啊。没有没有 mega 的。这我十种都有了，我十种都收集完了。看完这面头很痛是不是？没有啊，这个找不死啊！不够，真的，陈瑞华，你的头发哪里？自己按，露出宝贝球，生存奖励，有十种都有嘞。你别，那个不是重点。九，停止连发。七，轮盘机会，一直连续。哎，快点啊！哦，是神奇宝贝球。没关系，加油，继续，加油，加油。不会痛吗？屁股有点。又来了。啊！怎么刚才状况一样？哎呦，我死了。要不要正规一次？哦，好好好。哎，换出另外一只，换黑。好金换黑。大师。现在开始神奇宝贝交换。真的吗？有可能。跟你交换神奇宝贝的人来了。有了，有可能，有可能啊、因为里面有两只。那一个人是好。啊。我实在也好笑。